你好，请出示证件。找你还需要证件吗？你咋是你啊？你怎么没来提亲？我妈还等着你呢。<笑>你别搁这乱来，懂不中？虽说我长得有点着急，但是我要是跟那妈成亲了，有个这么大个闺女，我都说不清了。我。那如果是我，你愿意吗？你又给这打杂子，我太不上心当。好了，我不逗你了。 我今天来是跟你道歉的。道歉？我其实一直很排斥相亲，那天也是被迫无奈，我才勉强答应去给你见面的。我跟我姐就是想跟你开个玩笑，逗逗你。还没跟我解释，谁知道你跑那么快？不是你说那天那跟沈能杰？嗯，不是，那姐恁俩个差距也太大了吧？你也不说，我还以为真是丈母娘。哟，你叫的挺顺口呀。不是，太激动，口误。 那天你走了以后，我就觉得玩笑开的有点过，毕竟你是认真的，又那么真诚，所以想来想去，我得来给你道个歉。道啥歉？都过去了，没事。那你不生气？我生啥气？我。景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么多年都没看到你啊！哎，前两天还和大成哥聊起你的。你和菲菲，你俩认识啊？我们走，我们去里边聊。 <笑>我那天就是想跟他开个玩笑，结果他真以为是我妈，吓得连滚带爬就出去了，鞋都快跑掉了。<笑>哦，原来王婶那天介绍的相亲对象是你呀、啊？嗯，这也太巧了。我说戴妃那天啊，说我故意整他，原来是你在恶作剧。你呀、啊，上学的时候就鬼点子多，不过也是缘分。你还笑我，我都觉得特别过意不去。没事儿，戴妃那个人啊，她虽然一根筋，但她不记仇。哦，对了。 听他师哥说你要离开雅莲的公司了，对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来我公司帮我？菲菲，你跟俺大小姐恁认识？嗯，不是，恁俩上去都说了啥？有没有提到我？提了。嗯，都说了啥？他说你人特别好，工作踏实。 人又善良老实，没有说点别的吗？别的？哦，对了，他说他喜欢幺八五的。是真的吗？嗯，我想让你帮我个忙。你说，你看你给大小姐恁两个是同学，又关系又特别好，然后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嘴笨，我想让你。 帮我在大小姐面前多说点好话，行不中？那不行。为啥？因为我也喜欢幺八五的。哎呦我的妈！一会儿。啊！哎，体重啊，今天第一天来上班，你晚上不用安排其他事儿，咱们一起吃个饭，行啊？那咱们把戴飞一块叫上。嗯，可以啊。要不是他呀，咱们俩什么时候遇见都不知道呢。<笑>那我们还得感谢他。 可不是嘛，相亲不成啊，我还多了个得力助手，真的好好感谢他。那你想想，咱们晚上吃什么？我先去忙。行，那我待会儿跟菲菲说一下啊。哎，大姐。菲菲啊，晚上下班了，不要安排其他事儿，一起吃饭。我怎么？你有事儿？没有没有，再重要的事儿也没有陪大小姐吃饭重要。 行，待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。嗯，好。菲菲，傻子，你干什么呀？真的。怎么啦？你不希望我在这儿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哎，我这人嘴笨，我也不会说。不是，过来吃吧，快过来，坐这儿吧。 我还是坐这儿吧，方便可能烤肉。菲菲，你为什么选择做保安呢？其实说起来，做保安，我以前也在很多地方做过保安，但是我也受了很多委屈。我的梦想就是保家卫国，保安他也是保护大家的安全。
你打到一个企业，你销到居民小区，它都离不开保安。你保安保安，保一方平安，大家只有平安了才能幸福。你说的太好了，我都有点崇拜你了。崇拜不崇拜，我这个人嘴也笨，反正想什么就说什么，你们不瞎话我都。知道。贝贝，你先吃。你说，你说你也是。喂，爸。哦，我在外面吃饭呢。先在吗？嗯，好，那我现在就过去。你们俩先慢慢吃，我这有点事儿，先出去一趟。菲菲，等一下你吃完，把他艾草送回家。啊？啊什么？交给你的任务。好，收到。行，那你们俩慢慢吃，路上慢点啊。好，再见吧。再见，慢走。其实我家就住这附近，不用送的。那不行，我送你是俺大小姐给我下达的任务，我必须得执行。难怪小慧姐总说你一根筋。不是，这不是一根筋的事儿，这是原则问题。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说你能做的，做你说过的，你都记住了。哎，哪儿炸了？这那么多人。过去看看，走。咦，咋回事啊？这是这人咋给地上躺着？看他这种情况，肯定是犯病了。犯病了？那犯病了还搁这看着，赶紧把他送医院啊！他脉搏很弱，必须马上送医院。送医院？你说的好听，像他现在这种情况呀、啊，弄不好就是专业碰瓷的了。啥专业碰瓷的呀、啊？不要把别人想的那么坏。他现在这种情况怎么碰瓷嘛？哎，你在这说什么风凉话呢？这还不是碰瓷儿？要不然你送他去医院啊？是啊，要不你送？我送就我送，有什么关系？接受所有的嘲讽，向着风，拥抱彩虹。我跟你说，其实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坏人。玩玩玩，就知道玩。你现在要是不好好学习的话，长大后就跟他一样，做个被人瞧不起的保安。阿姨，你不能这样说保安叔叔。我妈妈说了，不管什么职业，能为社会做出贡献，就值得大家尊敬。学习成绩也不能代表一切。保安叔叔，你辛苦了，这个冰淇淋送给你吃。谢谢小朋友，叔叔不能吃你的冰淇淋。没事儿，您拿着吧。是是，主要是上班时间不能吃东西，这是我的职业要求。您的敬业精神真让人敬佩。不是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保安同志，刚才真是对不住，我不该那样说话。没关系，其实你说的也没有错，很多人看不起保安这个职业，但是每个职业存在都有它的必要性，也要有人去做。叔叔，对不起。没事啊。妈妈，我也想买冰淇淋去给叔叔去道歉。不用不用，你别破费。没事的，我在支付宝搜717，里面有很多优惠券，还可以领冰淇淋。一点小心意，就算我们给你赔不是。小事而已，这期就咱不用了啊。小朋友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啊。叔叔，我们会好好学习的。嗯，做一个好人。嗯，叔叔相信你们。谢谢叔叔。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，世界向前走，一定只有入口没有尽头。